派啦，哎，碰烘茶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第一道不就是要喝碰烘茶吗？对对对。啊，你好你好，这一看就知道老板的样子。老板老板他有老板的味道。来来进来进来。我们碰烘茶馆。好。哎呦，哎，这个老板，哎，这东西嘞嘞，这个是块木呢。木头的，不，这个木头很好的木头啊。宪哥，说实话，你今天跟我一起出外景，有没有很开心？还好。当然有啦，当然有。哎，先像话嘛。虽然我们不是美女，但是也是美女。什么话呢？当然是美女啊！以前我们合作还创下很好的一个成绩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说不可以再合作？老板，老板好，今天啊，我特地从。你没有考虑这边有客人，讲话在大声喧哗。哎，阿丽最近有去大陆拍戏吗？哈，有啊有啊。那你主持节目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啊，在台湾很红啊，听说内地也常看我的节目啊。对啊，我们都常常看宪哥的节目哦。阿姆达亚嘞，那边有人讲话也很大声嘞。对啊，也不理我们嘞。奇怪，可能太……喂，讲完还有，讲完还有。哎，乖仔，宪哥好，好，哎呦，好，哎呦。我们坐下，你们在这里干嘛？好吗？我们可以跟你们坐一坐啊。碰碰，对啊，对碰碰节是什么意思？梅普的碰碰茶，碰碰节啦。所以刚刚你们就是在这边凑合在碰碰。阿六，来来来来，给他找两个位置，咱们坐下来。来来来，好，我们听你们碰碰了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来来，阿力阿力开心哈、哦、啊！知道你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吗？叫碰碰茶馆。不是啊，这个是老头摆的茶馆呐、啊。老头摆茶馆，老头摆。对呀、啊，你知道老头摆怎么的由来吗？老头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呦，在那个清朝啊，哇，乾隆皇帝的年间，你看这祖先一定很会唱 rap 啊。来来来，就知道。太爷的看见。那时候这边呢的地名叫做大粪岭。分水岭的那个大粪岭，哎啦哎啦，这边很多树木哈、喔。这边有一户人家，刚刚讲到的积德，叫分享。积德就是。哎，积哎各样分享。姓彭的彭姓人家，分享非常的好心，非常的善良。分享，与你分享的快乐，伸出去去拥有，如今我人生深感动。人家还没讲完故事哦，没有他讲到什么，我们就想到什么歌在唱。每年中元节要杀。如果你不知道大猪公什么样的，我们镜头移到 NONO 那边，请 NONO 给我们一个特写。对啦对啦，我还搁加一个伽马那个，也可以称是伽伽马，还是伽翁来啊那个对吧？他呢要称对不对？结果动用这肥补箱啊，就是之前的大粪林啊，全村的人来扛不动，扛不动。结果呢，把这个地方压到一个大凹洞。好靠了。这个房子你看有多大？两层楼，那个两层楼高。猪比两层楼还高啊！哎呦，这个房子比这两间两栋那么大。哎，臭大便都没。哎呀哎呀，没有讲真的，讲话都不说。碰红蝶来。结果呢？刚喝这个是青草茶啦，啊，这个是真正碰红蝶就是哦。继续听我说啦，不要碰到那边去啦。没有没有，怕等多杯。这只对啦，怕等多杯。这只猪的猪脚呢，他们就把这整只猪送给大家。分食，猪脚给大家分享，对，全部分享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彼此拥有，大老虎满身感动，让全北部的人呢，都吃不完的，一个多礼拜一只猪脚。宪哥他好厉害，完全不会被你影响。我们来碰碰接力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茶，它是有来由的。我从我开始碰碰，大概一个一个接下去，好不好？那么听说当年碰碰茶，事实上就是一个比较有重铸过的茶叶。对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人来，那蛮讨厌那个人，就把这个碰碰茶叶就卖给他，想说这个重铸过了，我就随便卖给你，还卖很贵的价钱。那个拿回去一喝之后，惊为天人，特别好喝。鬼呀、啊，怎么那么好喝上？来把存货全部买光。那个人真奇怪，我卖卡歹的茶，伊奈全部拢提登去饮料，佮讲足好饮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啊，这个茶叶。或者这个茶梗呢，有经过虫来蛀它的时候啊，就更好喝，产生一种发酵的作用，释放出更香的香，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。
所以从此呢，碰碰茶就从这里来了。那个买茶回去那个人，就是当年的吴宗宪。那他在经过一次的世界帅哥选拔当中呢，拔得头筹，拿到世界第一帅哥，第二名是布莱德比特。哇，放臭屁哦，好臭好臭哦！也不要说我们都是放臭屁，金城武在里面也名列第318名。所以呢，这个有参加的人还蛮多的。哇！请接碰。后来，因为你两方都是高超的啊，因为我们喝了这个碰碰茶了以后啊，全国全世界出名的，就是这个名。哇，你是不一样，你今天碰碰你第一名，碰碰第一名。刚才没讲我是第几名，你才365名呢。哎呦！那美女，美女，我今年呢已经300岁了，你看像不像呢？哎呀，你不是人瑞，你应该是人妖吧？换人。其实有没有就是像我碰碰的，是是。我想到中线的人体馆，哎呦呦，你朋友那么多啊？没有没有，这不是碰碰在讲实话，没有多是实话。黑宝黑宝，他后来这个老头买啊，我不了。你的碰碰啊，这变成的美女，你就不会一直在这里找小姐。对呀，中线是很贵的，这个我是很痴情的人。哇，今天这个介绍这碰碰的这功力了，我觉得太厉害了。有时候啊，这个闽南人说大脆过，跟他们是一样的。那我哎，你们继续碰碰，好不好？我先下去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新竹味，对啊，没想到新竹竟然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店，哈，真是美啊！哎。哎，嘿，也先。哎呦呦，哎呦哎。没有啊，我们要找那个茶梅啊。茶梅，你们有茶梅吗？茶梅有啊，我没有。茶梅是光学校的雪霜梅，这是一种梅子。那么搞得那么做作，就给我们茶梅就好了。这也是用茶梅做的啊。是的吗？试试看。你说是喝的饮料啊？对，饮料的。剩下的，请带路了，就来两杯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往哪边走？这边的。哎，真怪了。哎，从那边进来，然后再出来，然后再往上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撞了！哇，好浪漫哦！哇，真是一个。这家店的网红好特别。哎，是茶蜜柠檬雪霜梅。哇，好特别哦！茶蜜柠檬雪霜梅。好夏天的感觉，先跟你。对呀，哎，是它的姐妹梅雪霜。啊，哎呀，是是是。有做一个渐层的感觉，真是的。搅拌的同时，现在会有一个视觉上的变化。我真的，哇！现在喝这种东西哦，还不只是一种口嘴巴的一种享受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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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玩耶！上面这个是奶泡，啊，好，喝起来了，一二三，叮咚叮咚。好喝，从内地回来能够上新的节目是这个。是啊是啊，目前来讲有没有人在追你？有啊，还是有人在追你。当然，很多人追我。如果你看到我前面这段文字，你就知道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。走在人群中，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又短促的相逢。大雨将我们淋得湿透，但我们的心却是温暖的。到风油馆，今天和心爱的静雯喝下午茶，哇，在一起的感觉真好。今天宪哥带了鲜花和戒指，要问文妹是否愿意共度一生。哇，宪哥刚刚太感动了。可是，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有戒指呢。等一下，这个戒指是啊？什么？这你来讲。这个其实我记得哈，在那个路边摊好像是150块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略少。99不是，但是因为你就将就点，这新竹又不是我的主场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如果到台北的话，对不对？你要什么的话，我到 T 开头的那里买给你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开玩笑。你先假装戴一下，你可以兑现吗？可以换吗？这个、哦、你不能让。不能让男生呢一下戴到底，因为你这样会被，会不会？那我戴到一半，然后你再手指，啊，来得及，这样来得及。
这个叫我已经绝情了啊！这叫做阿鲁队的对吧？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新哥，我今天实在太感动了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从内地回来能够感受这么浪漫，我其实很想唱一首歌给你。我们是应该合唱一首《屋顶》，对不对？啊啊啊！你最珍贵，你最珍贵，也不是，也不是，嗯，无言的结局。啊，也许我会是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与没有，也许。分手时候说分手。你 Kim 丢了。哎，这是我特色嘛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去难忘记。然后嘞。就让那回忆慢慢地随风去。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我更想你，也许没有。也许分手时候说分手，哇，看看看，像话吗？那么浪漫的画面，你知道？对啊，完全被我的歌声跟新歌的那个文字给了。墙上写的是什么？静文，嫁给我吧。真的很浪漫哎。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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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蜜花园。蜜花园。这个就厉害了，你看，哎，我们后来来到这边才知道，原来新竹啊。现在搞了这么多这个观光的景点啊，花园啊，而且绿化的好棒哦！哎呀，这个是好山好水好新竹啊！好地方！哎呀呀，懂娘懂娘！对对对对对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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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带我们参观一下嘛！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刚吃到哪一道我都忘了。什么蜜？什么很长的柠檬？什么什么茶？梅？什么梅？那梅就梅，这客家庄还用说吗？梅。对梅干扣肉，梅干扣肉嘛，梅干扣肉最棒，真的吗？梅干扣肉，哇！哎呀，天牛角尖，独角仙，独角仙，我们看看都在这边，还有吗？找一找，有有有，一定要找，独角仙，已经是在这里哟。真的吗？已经找得到独角仙了吗？哎，它这个很可爱，它没有把它养在什么地方，它是啊，我看到了，这边有一只，哎有有有有有，可以，在这两只啊，它会咬人吗？不会不会。哎呦，别惊了，不会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拔不下来。它很有力，哎，像不像那个？刚才台子有在讲，这个，嗯，它这个哈，我跟你讲哈，你干嘛？你不要把它弄，不要弄，不不，嗯，哎，有没有看到行家的抓法？有没有？哦，它这一个啊，就是日本人啊喜欢它的原因，有没有？像不像那盔甲武士？我们这个。就是光蜡树，所以只要有光蜡树，还有腐殖虎，他们都很喜欢在这个腐殖虎里面，他们就会培育出来。哦，培育出来。但这种独角仙啊，它对公的来讲啊，很残酷的一点。对，没错。它这个到了交配季节啊，嗯，公的跟母的交配完之后，公的就死掉了。对，没错，所以做爱做的事情做完了就。对。哦。那个叫什么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那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精尽人亡。就挂点了，那这个还不是最残酷的，有一种黑寡妇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我知道，蜘蛛，结果呢，跟他 making love 完了之后呢，那公的就被母蜘蛛给克掉，对，当做养分。还有一种螳螂，螳螂也是这样子，螳螂是这样啊，所以最毒妇人心。又来了，你又开始了。哎，没有，最毒妇人心。这是自然生态，你不要逃。想跟我交？你不要逃，你把人家独角兽。偷走了啦！独角兽，哎，那我们的梅干扣肉呢？我们怎么来来来，先忘了梅干扣肉？对嘛，这个千万不能忘的。哎呦，客家菜，客家名菜，哇，这个不配白饭就怪了。来到这里没有吃那个冲西冲带冲，姜丝炒大肠，冲西冲带冲。那这个行家才吃梅干菜啊。马上那个唾液哦，哇，这样直接集中过来。天气很热，我特别请他，我们特调香草茶。好香。特调香草茶，谢谢。你喝喝看。哎呀，经营这个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铁香猪排。哎呦。这是我们那个香草茶。哇，哎呦。这是我们的风味餐，就我们这边都是用香草。你现在喝的这个香草。很香啊，新鲜的，对了，就是那种看到的花就是那种香中草。这个鸡腿一看，感觉就很好吃。它这里面的，这个不是它，我们不是放。啊，真的吗？甜菊，
甜菊，甜菊，甜菊，这个也是里面放的，对对对，也是放甜菊，都没有放糖啊，很甜的，很甜的味道，天然的，它有热量，它的甜度是甘蔗300%，太棒了，哇，好棒哦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的身材很快啊，就像老板娘，有这个，他们伙食办得相当好，是是是，好了，那我们再吃完了梅干扣肉，肉。肉肉在嘴上，在路上问就可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走。好美，天哪，他们，哎呦，我的心留在地中海，有没有看到哈？我怎么觉得这边来到了希腊，或者是来到了任何一个雅典？天哪，这个为什么？他就搞得一个，哎呦，没想到在客家庄有这个。我没有办法想到在这边会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。有蓝色，有白色。可惜，可惜这么美的地方旁边是限制。人不对的。听到了。哎呀，老板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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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水雅典，你好，冷水，这叫什么？冷水雅典，冷水雅典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叫冷水雅典？因为我们这个店名哈是取自于这边冷泉的关系。赶快进去看看它里面的那个，里面有开冷气吗？有的，刚开冷气。今天外面快40度哎，来，先跟这边请。好多人，生意蛮好。嗨，你们好。哎，我们乐队啊，啊，天哪，妹子啊，哇，我好想下去哦，宪哥，我可不可以下去泡？你自己去吃别的东西。干脆我们下去游泳算了。哇，我好想下去。天然的吗？对，天然的。哇，那叫见鬼了嘛！你看，他正等把这个天然风景占为己有了。这边好棒哦！来来，我们要吃肉。宪哥，我们这边的饮料有冷水。没有，我们前面刚吃完那个肉扣梅干扣肉，肉，我们这边有肉骨茶啊，肉可以喝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是吗？好，好，这个环境不喝咖啡怎么行？那先跟您坐一下，对啊，哎，这个环境一定要喝咖啡，可惜啊，人不对。是这句话应该是我讲的，我也觉得人不太对。老板，我跟你坐旁边喝咖啡。小姐，我这个，喂，这个招你走了。不是啦，在等咖啡之余，我们可以下去。啊，对呀，想下去哦。不，太热，外面太热了啦。这个都会咖啡。哦。我们的特色是，宪哥，人家是肉桂咖啡，不是肉桂的手，好不好？我你在北干的啊？你怎么没有晒黑啊？在这边。对呀。情况好好哦。北泡泡又咪咪耶。这的肉桂嘛。对。啊，用这一头下去搅和嘛。对对对对，不需要用到那个汤匙。我帮你搅和搅和。你这个是要给我的吗？对对。哇，宪哥你好体贴哦。开玩笑。感觉有点小甜蜜哦。你先喝喝看。好喝吗？蛮好喝的。你再喝两口。好喝。好喝啊。嗯。慢慢嚼一嚼。你再喝两口看看。那个老板娘，我要换一杯咖啡哦。没有没有。啊？没有，只一。不是那个。为什么要换一杯呢？啊？宪哥，你再表演一下刚刚的那个。那个，你要不要喝一杯？我知道你现在口很渴了。喂啊！你好恶心哦，宪哥，还说你浪漫，你刚刚那很恶心哎。情人就是要这样。他这个咖啡还泡的真好，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浓。对，宪哥，这是我们店里招待的收点，还是吧？耶！这是我们店里的特餐。哇！这位是少少夫人啦。是的。哎呀，你们夫妻嘛，这他刚刚对少夫人不礼貌。我们班哪有这个？我们这个啊，对不对？那宪哥你会慢用？是是是是。来，阿来了，来啊！啊，阿来，阿佳佳。哎，你好恶心哦，宪哥。得不到你，要毁掉你。哪那么恐怖？来，佳佳，这杯是特级吗？是做在地中海冰沙。好漂亮，你慢用。平常的这个都，刚刚宪哥对我这么好，我要回馈给宪哥。你看啊，我帮他加一下料。喂，不好了。你们吃过黑胡椒？黑胡椒樱桃。好，好，我问你，要浪漫？太猥亵了。嗯，好吃吗？
咸樱桃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赶快喝喝就出发了啊！它飞的就最好接了嘛，是不是？飞鱼软，飞鱼软，飞鱼软，这日本料理天上没有那就怪了。但今天呐、啊，不愧新竹叫做是风城，哎呀，真是风好大、哦！来来来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哎哎，阿洛多，哎，哎，谢谢，哎哎，哎呦。啊，这位一看就知道董娘了。哎，您这个店听说啊是新竹最好吃的日本料理店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飞鱼软有没有这个东西？飞鱼软，我们就找飞鱼软，好吧？有，刚好我们这里。太好了，这边坐好了。啊，就坐这里是吧？乐多，乐多，你不能的坐坐而已。坐不好。哦，你个看的好，惊隆重啊！哎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啊，谢谢谢谢。飞鱼软，哎，这鱼出了。对，飞鱼软，飞鱼软，飞鱼软在后面。哦，对，先试试看。鱼出了。来，乌尼，乌尼，这个是飞鱼软啊，是深海胆。海胆嘛，乌尼。要吃飞鱼软。对啊，这个你会啊。嗯。嗯。一卡，花枝，哦，哎，那个酱油的，不用，不要吃太咸。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卫士冠军大赛，然后不停的在吃熟食，然后一直。嗯，你看这个一卡是真的好吃。哎，你们的师傅在哪里？能不能露个脸啊？在这边。哎呀，你的豆腐太好吃了，来掌声鼓励，掌声。嗯，这是虾软。我们现在考试吗？要吃完所有的就只能吃到飞鱼软。对啊，这个是虾软呢。对。啊，飞鱼软有吗？有，在考试在后。好好好，我吃了吃了，你这个来都来了，不吃。嗯。哦，好好吃。哎，您这大师傅能不能露脸呀？师傅。哎。哦。我真的觉得我上到整人节目，你们大厨师在哪里？我要去扁他。啊？不是，我要飞鱼软啊！你这个怎么？这个吃完就有。这个吃完就有。哎，来，嗯，大厨在哪里？假如再没有飞鱼软来，大家就翻脸了。我已经吃十八颗了，电视冠军啊！来了，这个就是飞鱼。对了嘛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呦，我还没吃过。这样这样。怎么样？一定很清楚，对吧？嗯。建哥，我们吃完了，可不可以离开？还有，嗯，还有，好，还有，哇，这边两个，哇，这个妈呀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哎呀，哎呦，见过了，王师傅，哇，好棒哦，国赤贝，哎呦，赤贝，赤贝，哎呦，导游，小友，小友，阿里山瓦萨比，哦，这，哎，我吃吃看，大厨笑得不得了，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吃出？这个刺贝大概有几年的历史，真的假的？我还能吃出他家的门牌号码？可以吃他的公牌吗？门牌号码？三年半到四年之间。为什么知道？没有办法，他就是知道。哎，厉害了！哎，这个是啊，怎么突然间来这里干？而且我们还换了酒。对呀。可是我们的妆跟他们好像有点不大搭，不太一样。哎呦呀！哎呦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芭蕾舞的教室，对不对？你是老师啊？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老师请了，把题目开出来。我们要三个基本功，对，然后三个基本功，一个小组合，小组然后才能拿到我们的奖。啊，这叫见鬼了！那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第一个动作，好，我们请
小白主持的。哪一位？小白。好可爱啊！很好看哎。对啊。很好看哎，你看他的脸瞬间瞬间有没有？就像脸一样突然间转过来。女生跳比较好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你也要一起跳，我们俩一起转。反正三关我们一人负责一关也可以。完蛋了，一开始怎么样？这样可以哦。预备，开始。可以吗？他们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啊！真的吗？你要转起来像常常在做复健。麻烦先生你转一下好不好？先生。第二关我们要做一个跳跃的动作。跳跃啊！有请那个小雨。哦，小雨有练过，小雨。看他的，看他的臀部，好好翘哦。对呀，这么厉害。预备，起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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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这一关阿姨来，阿姨跳起来比较好看，阿姨身材好啊。贾静雯姐姐在跳的时候，她重点不是在脚，好吧，高一点的地方拍。来，开始，预备，起。点位，点位，点位，点位。哎，要拍脚了，你拍哪里啊？你拍哪里啊？好色，好色。该你了。这个，哎，但两脚要摆这么平就很难。一二三，点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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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是这样。哎呦，回不来啊，回不来。这个很难的，看我示范一次。哎，好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。这样，这个脚啊，要先打后面的，放前面脚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要跳得够高了哈。你好，老师，好厉害。老师，您快撞到这个，很厉害。来，那请宪哥。好来。来，这样子要让贾静雯跳更高了，好吗？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样有没小抽筋了，就真的，你看这个跳起来很难，跳起来要够高了，对不对？要够高，对不对？我这么慢的，哇，跳芭蕾舞这么累啊，真是。像第三道题目，第三关，我们要请大姐跟我们的蓉蓉。哎哦好，哎呦天哪，哇，那对我们来讲，应该就叫见鬼了吧？现在好说，回答他两场，哎，不是一个办法，要先把那个答案抢到回标准。答案，快点，上上上。算了算了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好吧？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直接来了，啊，不可能吧？哦，抽筋，哇，真是人类体能的极限。哎，我只到这里。哎，好一点哦。这腰位。你哦，这种对象的年纪人要做这种动作。天哪，出过去呢？哦，贤哥，我觉得我要给你个福利。是是是。然后因为你刚刚贾静雯，其实还不错，然后你帮他再帮他扶一下，有更好的拍。怎么扶啊？教你拍，其实一个手，然后拍。你看他那个身肢体有没有好像会说话？这还有什么困难呢？哥，等一下，我的脚不能对折，麻烦你控制。我了解，我了解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劈180度以上。好。
我现在准备好了。好，慢慢转，慢慢转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怎么觉得我好帅啊？掌声鼓励。这个对，这还是有一个最后一个小品。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这个人啊，就跟他讲说学妹。根本就是刁难学长嘛，这是哪一个学校啊？啊，你学妹你觉得哪个学校？那你先跳一段，我们看看。哦，我们请小朋友示范。真的吗？好好好。静雯手会酸呢，我们要换动作。我要靠你支撑。换另外一边好了，一二三换。怎么那么久啊？手好酸哦。哦，酸的，再换。只为了要拿你这个肘子，对，我也觉得差不多该给我们了。对啊对啊，可以的可以的啊，因为这个诚意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刚刚演那个木偶也演了很久。对呀，真是啊。还有鹿汤匙，那你赶快去找我们的鹿汤匙。见鬼啦，有没有看到来到银雨霏霏的这个树林里面？我总觉得现在好像在亚马逊河的某些地方。它这个地方啊，感觉起来就像 Jurassic Park， 就是侏罗纪公园。对，我旁边站的就是迅猛龙。不止这样了，旁边还有一头绿色恐龙，陈志宏先生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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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掌啦，请他带我们来参观一下。待会儿就进去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请带路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厉害了。好棒哦！哎，你看好原始的感觉啊！哇，好酷哦！所以我们等一下进去的地方，等于是一个超级大鸟笼，对不对了？没错，鸟跟人关在一起。真的吗？各位，这个地区，我们现在都置身在鸟笼里面。大家看一下，全部都是用网子全部都围住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大鸟笼里面。哇！就有鸟啊！大巨嘴鸟。假的，大嘴鸟，哎，那个鸟跟假的一样，天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帅哥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面包虫哦。他们会飞过来吗？哎，好恶心的。那你拿在手上好了。这个很恶心。飞过来了。哎，这个是活的。我可以放在手上喂他们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可以，坚哥，我不会怕，你可以。不怕，你怕这个？我不怕。哎呀，那个虫爬在手掌的感觉真的怪怪的啊！它不停在我手上吃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第一次可以跟鸟类，可以跟鸟类这么接近。先跟嘴巴张开。喂，静雯好大胆啊，真是假大胆呢，厉害！哎，这个真有意思哈，好酷哦。嗯，哎，那个是鸟巢吗？对，是树鸟的鸟巢。发情期的时候，公鸟。会做一个鸟巢出来，然后当住母鸟住，住了蛮舒适的。母鸟如果喜欢呢，就搬进去住了。搬进去。如果不喜欢呢，母鸟啊，公鸟会把那个巢拆掉，做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都跟小朋友，都跟那个家长讲，要娶媳妇，要先盖房子。对，就是说。一样是男主，男主外女主内，要把房子盖好才可以娶媳妇。啊有。先跟我们来这一区是要来吃什么？啊，西米露。我怎么学是西米露吗？西米露，对对。我好怕他上了一餐都是跟鸟有关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织布鸟的鸟巢，很漂亮啊，很像一个小孩子的鞋子。它可以把它弄成。不过我们刚刚大嘴鸟呢，蛮好听的，它会把那个鸟巢剪下来吃里面的蛋。哎呀，好可爱！哎，大嘴鸟来了！喂，麦克，麦克啊，好可爱哦！啊，这边还有一只，那个不会说话的鸟。哎，
配。让当当让当当让让让让让让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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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让让让让当当当当当。他关掉了。啊。好哎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不是啦，我们要吃西米露啊。对啊，我们来这边玩了半天，西米露有吗？哎，太好了，西米露。啊，这里有卖西米露是吧？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最后要接到露什么？露汤匙。露汤匙。加鸡冠，露汤匙。也没有听过哦。哎，厉害。谢谢。西米露啊。哎。西米露。做人工英语，Of course, yeah. Oh, everybody can speak English. Are you sure? That's great, amazing. Cool. Nobody, thank you. 哇，往这边玩啊！哎，这车子陪你们去了。哇，还有没用车吗？这边。哇！啊啊啊！哎哎哎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鸽子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叫什么？对，哎、欸、真的是鸽子哎！我刚以为是讲在那乱讲讲错，真的是鸽子，叫什么？好笑，皇冠鸽，因为它的这个头子，哦，好酷哦！哇，好舒服哦，在这边喝西米露，太好了！你看鸟园里面喝西米露，嗯，然后等一下吃完这个露汤匙，我们就可以下车。对，嗯，好，肉脯之美，不是肉脯，哎呀，被北霸护卫冠了哈！广场肉脯，南浦啦，它是南浦啊，对呀、啊。那边有哎，牛车赶快，最后一道那个搭车，哎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哎哎哎，阿古车那边塞几多哈？对，那边小刀，好嘞好嘞，来上上上，管他嘞，管他去哪里，可以，有车就坐上来了，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你们好，哎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哎，阿弟提什么呀？番薯哦，对对对，番薯。哎、欸，啊，地瓜你拿在手里，你都早一点交出来的了嘛。对对对对来，我们两个有，哦，好漂亮，还有点血，我们永血就可以。现在地瓜是最营养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，最养生的排毒的，哇，好烫，还能排毒啊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嗯，是排气吧？排毒，排气也会啊。嗯，好甜哦。哎呦，嗯。好甜好甜好甜，那个是用稻草那种堆起来的，对对，你看那个墙有没有？那个是我们、那个叫什么？你知道？我知道，我阿妹住的，那个叫牛腮表。丢丢丢丢丢！哎，好棒！哎，连牛腮表都怎样了啊？那个是用牛粪、牛粪、泥土，还有稻草。哦。哦，黑骨塞皮，真的很重，很重啊！而且边吃地瓜边闻骨塞皮，等一下会不会放一个骨塞皮？对呀、啊，哇，哎、欸、呀，好怪、哦，有那种感觉。边塞皮，边吃牛粪啊，边闻到地瓜味。边吃牛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边吃地瓜了，地瓜了，边吃牛粪，吃牛粪。对呀、啊，真是的，到了到了，对对，来小朋友，来，我们先下去看。嗨，同山过台湾，莫办点车。啊，在这里。哎哎哎，他就会唱两句而已啦。等一下，这边有露汤匙这道小吃吗？有，现在就在做了，对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是露汤匙吗？这个好好吃，这个好好吃，这个我吃过。哎呀，我没有吃过，我第一次，我第一次，我没有吃过，超级好吃的，超级好吃。等一下，你们也自己可以来动手做一下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什么话这是？这是咸的还是甜的？甜的，甜的。对，安尼唔只看起来较好食，啊，食了人体吼，佫甜，食一碗吼，佫甜十碗安尼吼，那个味道才对嘛。来来来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其实它就是起爬嘛，对不对？爬的一种，它也是肉。然后里面吼用姜汁在里面，对，是是是，红糖也有。就今天我们的米饺来，一定要红糖，一定要红糖，姜汁，红糖它会比较香，嗯，它汤哦。它的味道有没有啊？嗯，很汤，嗯，好香哦。哇，怎样？这个好有嚼劲哦，这个。哎，它干脆哦，边吃也要边做，对不对？有做，而且都是，嗯，我们要付出我们的劳力。这是客家他们非常勤俭的一种精神。我们可以帮忙一起做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这个就是把它揉成这样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它就跟它做一样，赶快啊，对不对？做一样，赶快。可是它好松哦。这个是米，
这加法怎么讲呢？这叫 no 丹丹，然后然后打扁扁。好 ，no 丹丹就是揉圆圆加扁扁，加扁扁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看我这个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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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跟人家比赛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建哥，这边是几万？我问一下。白皮。摩以西啊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下锅了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就这些了。啊，这个不用了，哦，这个。先生，这个送给姻缘。啊。学什么不见了？学什么不见了？怎么还跟他知道别的颜色？来来来，我们来下锅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好。哦。然后那我们要下喽。哇！哎。哎呀！不，杰哥，你又浪费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来来，搅和一下。啊，嗨呀，在家里会不会做菜？当然会啦，你知道前面是这样子吗？刚刚的题目的话，应该要学习。我有那个资格吗？现在？要饭了，好。自己扶起来了啊！对了，那我知道了，他就要扶起来。那扶起来之后，要不要通知杨日松先生？没有啊！哎呦，滚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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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了。他也太莫属哎。哦，哦，修一修一，来来来。哦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各位，他打了入汤匙，就是这道菜了。那么。来，先哥啊，爱心的一个，我帮你吹吹哦。啊，好恶心啊！小朋友，我先吹一下。啊，你掉在他的三字经上面，好。对不起哦。好了，你就吃一个就好了。熟了没啊？熟了吧？刚好就在临界点上面。对啊，表示说还差不多。不，但今天至少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，哎，入汤匙。今天依我的判断，应该就是冠军了。赶快去敲锣去了，再次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。